中国高考的公平性让世界都为之震惊，不少寒门学子凭借高考实现了逆袭，只要肯努力，名校都会对你敞开大门。号称更加自由民主的美利坚，虽然也有类似中国高考的 SAT、ACT 考试，但早已沦为了阶级固化的工具。想要在这里上演一出寒门学子的逆袭，难度堪比登天呢。民国日韩，想要靠着上大学改变命运，除了玩命的学，还要拼父母、拼财力，在资本面前就不用想着人定胜天了。中国高考如此的公平，要感谢邓公在恢复。